然后王婶就说今天准备回老家去搬包过来买，走出发。带了十根口袋的金，给这十根口袋装满了以后就去买，开工。看着差不多，这会儿给他扛回家去放去。妈来帮我拿起来。叼了半天，叼了8袋，给老女钱叼到去卖下子，看看好卖不？